等你沉浸在美梦中，他就默默开始工作，让你在每个想赖床的早上都能享受活力营养早餐。当你加班赶方案，累到直接睡着，总想为你做点什么，还好有他，轻松预约好营养早餐。幸福就是在周末自然醒来，有了它，起床就有满桌丰盛的美食。小熊电蒸锅，让你一日三餐都有简单主意。小熊电器。